我拿给他吃。哦，那是在牛了。牛给他熊猫带了睡觉，哎。那时候以为住的假的，我先。啊，睡醒了，乖乖乖乖乖，睡醒了，给我们照下来吧。那个他都要吃啊。他吃的这个的。哦。芙蓉。妈妈，在外面呢，快出来。芙蓉，他吃了。你看他叫，叫他的名字呢，叫芙蓉。 芙蓉，小乖乖，哦，睡醒了，睡醒了，哇！我想等着剪刀了。可以拿几根？我得。你把汗都吃了不？啊，掉了，吃一点，吃一点，吃一点。芙蓉，芙蓉，耶！熊猫在哪里？两个熊猫。又出来了。出来了。吃这个，吃这个。 熊猫，你看它出去了。妈呀，那个好朋友，你在动啊？来下来，下来就看它的，看那个。我想看什么？